还没来电工之前，还是很多有一些状况啊，所有状况就是讲听到的重症啊，重症啊。那这个他今天可以在台上表演，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凤山师傅。那我们都是从一招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功法开始学习，那就是五甩功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非常开心能够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功法啊，非常易记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现在就由我们的师兄师姐先来做示范，那等一下再邀请大家一起来耍几分钟哦。那我们先把大家先看哈，看怎么样来练习简单易学的五甩功法，来站定放松。双脚打开，肩前弯。